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销魂的小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龙都为您带来的风暴英雄。哎呀，这也是好久没录视频啊，前段时间也是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大毛病小毛病又断啊，到了后面直接这个，因为你们知道前段时间我嗓子一直不是很好嘛，那为什么一直弄都没效果呢？因为就是说，我本身鼻子也有些问题，然后如果这玩意儿不好的话，那嗓子是不会好的。哎我靠，我就做了个鼻咽手术啊，现在看来我身体应该是好多了。好，也是刚刚匹配到，那么现在的话，阿尔塞斯是个肉。咱们来做肉。巨龙镇是一个非常需要配合的一个地图，要把上下两个这个圣坛都控制住，中间再去拿，然后就可以召唤出这个龙骑士。但是它这里头都是有时间限制。哎靠，我去拿点水。虽然说这两天嗓子是好些了，但是也架不住这样频繁的说话。我靠，我调一下位置、椅子调好了。英雄们准备战斗。那个相当于是一个格挡嘛。其实这样想嘛，就相当于是魔兽争霸三里面那个恶魔猎手的那个 miss 技能，战斗即将有一定的几率会把那个攻击给挡掉。可以接受。五、四，弄完后绝对输。哎，你妹！一，我靠！巨龙之怒，能不这样吗？哎呀，干死他！第一，漂亮！哎呀，我要跑！我给自己加血，我奶自己。哎，我吸收了一轮伤害啊！哎，我们这边没有奶，啊，这也算不上是优势吧？因为一来我们也只是拿掉他们一个英雄而已，剩下这些都不好说，而且现在我们没多少魔。控制他们。召唤出龙骑士吧。当然。哎，我没多少魔。快激活圣坛，龙骑士的力量就将属于你们。走，带线带线带线！哎，我先到后面去。终于，去拿中间啊！你妹子的，敢跟我刚？脑子没病吧？啊！我赶紧躲到这个里头来。哎呀，喝水还不能喝。现在我想喝口水。好的，漂亮。啊，我下来应该就可以喝了。我喝一口水，赶紧追上来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哎呀，我要喝水。走。
开门呐！拆月亮井呐！好好好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不急不急，打这个。这些雇佣兵。哎，你，好的，干死他。杀一击。哎，这么一说，我有信心了。啊，但是不要硬刚塔，不要硬刚塔。妹的，你来啊！哎，来啊！你个傻叉，冻死你！好的，漂亮，很好。不要再浪了。杀了这些雇佣兵。怎么就是不来呢？我一个人恐怕打不过吧。啊，不来算了。哎呦！啊，好好，我来。砍死！哎呀！他的队友救了一下他。哎，你个蠢货！啊，我觉得我得回家去补一下魔。好的，漂亮哎！这刚才谁说绝对会输嘛？圣盘再次苏醒。为什么那么屌嘛？哪一方将控制龙骑士的力量呢？啊，圣盘要苏醒了，我们现在到上面来。好，嗓子还是不太舒服。哎，立即消灭小兵，必造成范围伤害。我选这个吧。龙骑士不再长鸣。啊，这个相当于一定吸血效果吗？尽情的倾泻怒火。诺瓦进去能干得过他吗？不好说。啊，我自己也蹲在这里。都是徒劳。好好，干得过，干得过，干得过。那我再到中间去。哟！哎，你妹的，干死你！你个蠢货，你个蠢，身手不错。主宰比赛上楼，楼上。当然。妹的，谁啊？你想死啊？敌人阵亡。漂亮的一击。中间，但他们有人，但我们很快会打死他们。你等死吧，你就。完美一击。终于等到。啊，电竞七哥，好牛逼啊！我快被你吓死了。来啊，刚正面呢，双杀，漂亮。你的伤口很深，啊，这个是冰龙技能，我学一个团控吧。围着我，中间去拿，帮助，漂亮。当然，哎，这时候我们还有大。我靠，你开流星雨干他，也真是够奢侈。哎呀，气势如虹，牛逼，堡垒已摧毁，
这个时候我要在这里，哎，似乎没有魔了，想放大放不出来，这个时候退一下呗。啊，队友好牛逼，哎，我打一下吧。一名英雄重新加入了战斗，谁来帮一下我呀？我怎么也被干死啊！哎呀，这帮人光想推线，光想拿人头。哎，你牛逼！看我上来干了你！哎，你压的你来！哟，牛逼啊！去死吧！奶奶个腿！能量正在圣坛中聚集，释放龙骑士的愤怒。靠，又没魔了，这哥们耗魔好快。干掉这个英雄！一名英雄放弃了。他们那个维拉估计要被围歼了。都将经受折磨。耶！一刀一刀捅死你。释放龙骑士，屠戮你的敌人。我们应该端掉这座雇佣兵营地。你的努力都一名英雄重新加入了战斗。选择天赋，我看啊，耶、yeah.上面那个好像出问题了，确认击杀，走去干他。一名英雄重新加入了战斗，双之哀伤。一名英雄放弃了战斗，你就不要上来了，我在上面站就好了。好，去拿，这应该拿得到。哎呀，哦、他快被火凤凰给 A 死了，化为灰烬。火凤凰还是很厉害的。摧毁这一座号，拆塔。哎呦，好强悍！我觉得应该把月亮井先拆掉啊。啊！退退退退退退！哎，你个蠢，回来！敌人这肯定死了嘛！你居然要控我？你要控得住吗？无坚不摧！他这个没弹药了，快拆！拆，赶紧给它拆掉，这样我们中路的兵线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。哎呦，被他们基地 A 了。好，先走吧，先走吧。让我们占领这座营地。好，占领占领占领，哎，总算要来打这个了。
哎呀，蝉很快就会苏醒。你要一来？错。要一来？啊，我还是先飞回家吧，反正要去补一下魔嘛。这一个世界叫激活圣坛，驾驭龙骑士的力量吧。这一波再推进来，我估计他们要灭掉。好啊，这个估计我应该拿不到吧。啊，诺娃去拿了。哎，楼上怎么什么个情况？好，漂亮漂亮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耶，牛逼，队友屌。哎，但是火风光，哎，快跑！好，泽拉图快跑！哎呀，这，哎。只有逼我上来了，你们要那个命的找死呢！呀呀呀，空大了，空大了！你的情况不妙，快去喝口治疗之泉吧。压着你来啊！等队友出来，你还嚣张得了？你就等死吧啊！漂亮！很好。啊，队友去拿了，但在下面遭不住。哎呀，现在我血量有点低，难不成他们想翻盘？你就去死吧，队友来帮我了，你怎么打得过吗？打得不错。耶！哎呀妈的，你吓死我了。这个我怎么打得过他了？啊，奶了我一口！帮助盟友，拿！你们的敌人漂亮，输定了。啊，给自己加了一口。哎呦！哎，把他给踢飞了。哎，流星雨马上放到基地底下呀！老子快被烧死了，你敢信？这他们也扛不住了，好，他肯定死了。哎，怎么没见人头呢？这里我看到他们一个来推线的。你这么屌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你牛逼，你牛逼！哎呦我操，你真牛逼！不能就这么结束。选择天赋。哎，去打打野吧。很
看这边他们还在摊人头。哦，这个 E 它是个状态，你一旦开着就很耗魔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个偷线的好烦啊。好，诺瓦去收他。哎嘿，你个蠢狗。啊，好漂亮，是精彩。壮志哀伤饿了，终于等到。诺瓦过来帮我啊。圣坛正在聚集力量，巨石中的龙骑士已经听到了召唤。干得好！把这个打了，正好去拿那玩意儿。我们已经把他们摁在家里面出不来了。后差遣，快去释放他，让他摧毁你们的敌人。好，诺瓦又去拿，这次肯定拿得到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帮助。拿到了。敌人输定了。他们要跪了。七哥你不得了是吧，你以为开了大就不死了啊？风暴英雄，砍基地，爆！哈哈哈，爆掉了！哎，赢了！享受胜利的喜悦吧！啊，这一把打得还行。呵呵，哥是不是很牛逼？啊，好吧，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